我切一下，怎么切？我们想要写。它是说好要这样分成一块一块这样子，然后再叫写切切切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。嗯，把猪脚拿一块。这样哦。对。如果热热的话，就是没办法切很薄；冷的话，就可以切出的。漂亮，好，重点来了，皮的部分非常好切了。主要是这个部分怎么切，都是骨头哎。这边的部分还可以分成怎么样？就是它这边有纹路，有纹路。对，它是这样子。好，所以你是先找它的纹路。对。然后再这边切。庖丁解牛一样的那个。庖丁解牛啊，了解牛的肌理，还有了解它的纹路。所以呢，庖丁可以顺着牛肉的肌理，以牛骨间的缝隙，游刃有余的将牛肉跟牛骨分开。对，这个就是庖丁解牛的意思。感觉很复杂。不复杂，它就解决你人生的难题。庖丁解牛的意思就是你的人生难题就像是庖丁在解牛一样，你先把问题找到了，你就豁达。哦，那我问题还没找到了。好，来，进，开始我就计时了，好不好？预备，开始。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关节。好，从关节开始哦。再切进去。哇塞，那个肉，它根本就是了解猪肉的肌理啊！你可以游刃有余的将猪肉跟猪骨分开啊。姐姐贵姓？吴姐姐猪。姐姐猪。老板。哦。这边的话也是有。散掉了。对。它通常都比较是有点斜斜。哦。它的那个传统的五百克。好，那我们开始。我天哪！你看。看起来还就是这盘看起来比较好吃哈。这位大哥，你拍照对不对？买一根猪脚好不好？好啊。这一只好不好？对，这只很漂亮。这只可以哈，漂亮，就他来帮他称一下。好，来，你切。来一只五百。切。刚刚大姐何姐切了一只，切了多久？2分钟而已，她只用了2分钟。太神奇了！哇，太棒了。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可以。刀子快断了，你切到骨头了啦！哦，你这切到骨头了啦！然后再，走这个，等一下，我先帮他分开了。好，OK， 来，来，这太大块了，太大块了，再小块一点。太棒。不简单呢。照关节全收就对了，就叫做照关全收。这还有一个。还有。好。哇，大姐看得很仔细，大姐看。哪里？这边还有一个。这样。哦，他刚刚说，我先帮你把它分开，你再切。好，我怕你切到骨。好。这边还有那个。这边还有一个，它脚筋。这超好吃的，聊天是一个吃的，这里筋骨吗？对，筋骨。啃一口告诉我，好不好吃？1949年开始，很久以前的，所以是从你的阿
在开始，对，他就开始先在市场卖板条。市场卖板条，哎，去北二战是什么时候？二战应该是1936年到1945，是不是？对，1936嘛。二战刚结束，战争刚结束的时候很辛苦，然后在外面卖板条，卖他，可是板条怎么接到？哦，对，真的好吃，对呀，了吧？为什么？因为其实客家的他很多不吃牛。那客家人很爱，特别爱亲自用哦，是务农，对，种牛，他觉得牛很辛苦，对，牛耕田，有靠谱，真贵，对，是。那后来就选择用猪的前脚，发现它的肥瘦比较刚刚好，那卤起来的味道它会比较 Q 弹，对，嗯。哇，怎么样？肥而不腻，肥而不腻，虽然肥不腻，它肥不肥呢？它肥肥，但是咬下去呢是胶质的感觉，有弹性的，然后搭配上这个蒜蓉酱，哇，很厉害！哇，他讲的这个听起来真的很不错吧？我们大家一起，对对对，来来来，来 Justin， 哦，谢谢谢谢，哦，哎，真的。是嫩嫩的，对，而且它是嫩。刚刚老板娘说了，其实最好的是皮带肉的，对对，吃起来是空非常好。这里这里这里这个这个这个这种这种，这种这种像，嗯，好厉害。哦，蒜蓉好好吃哦，这是你们做的吗？嗯，对，这真的是你们做的？完全不正面回答。对，我想。我想他根本没回答我。美国吃猪肉料理大部分就是猪肋排，肋排、猪排，对，猪排、肋排，还有猪的这里，对不对？对，猪肋排。因为我觉得这个最酷的是，像美国如果这个肉的料理就不会吃，嗯，因为你们我发现你们很多菜是它冷，它有一种不一样的味道，不一样的美味。万峦就是吃冷的。就是吃冷，冰了以后会更好吃，哦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。茶馆退冰之后，它是更好吃。其实说它的那个美味就是被锁在里面。对，好好吃哦。来，给你一个这个。哦，这是什么？特别。You know what this？ 芋头。No。No。哎，真的长得长得很像那个。Peanuts tofu。Peanuts tofu。Yeah。你说花生豆腐 ？Yes, peanuts。哦，你味道。这个花生嘞，花生豆腐好好吃哎。嗯，这个是不是要最特别是要还要配这个酱？对，这也是沾上我们的蒜蓉酱。这个是用花生加上一点糯米粉去做的，所以它特别的 Q 弹。哦，怪了，花生豆腐也不像传统的豆腐，也不像。一样，这个咸甜的，嗯，这个怎么样？嗯。这边是听说是要打工，对不对？该不会是帮鲨鱼刷牙之类的？啊，刷牙？我们现在要干嘛？我们去找刘经理报道，这个累不累？去找了他就知道。真的吗？嗯，他在柜台那边。还是一样演员呐，啊，演员啊。所以我们去找刘经理，是吧？靠你，还是要靠你。找了刘经理才知道我们的工作是什么。对对对。哎，刘经理你好。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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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
我是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哦，这是徐北北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小豆。哎，贾斯汀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。是要来体验海生馆生物部的工作是不是？是是是是，生物部什么意思？生物部就是照顾馆内所有的生物的工作人员。哦，主要是照顾生物的一些食衣住行，还有一些等一下就会体验得到。他们还有衣哦。包括它的环境啊，哦，是老师跟医美住，你们什么生物是对我们的生命有危险？哦，很多哦，很多。有大家体验的，因为生物部毕竟是会碰到水，它还有一些攻击性的生物，所以也还有危险性的。啊，类似什么样的攻击性？鲨鱼啊，馆内的鲨鱼。那我们怎么样？鲨鱼最大有多大？我们的有大概将近两米半的。两米半，这工作就交给你了。不会咬，他不怕动物，但是他是一个猎人。我不怕在路上的动物。不过他繁殖季的时候都会咬到受伤。哎呀，真的、哦？对，他现在是繁殖季。现在繁殖季。对，你不怕的，说你不怕的。所以我们这边有需要分组还是什么？是，我们会有一个考题的问答，考题问答，考题问答，赶快出来来来，海洋知识王是吗？是。那我们是比快吗？还是比？比对啊，正确性，正确，可以了，可以，正确 OK 了，可以了吗？可以，来，馆长请出题。好，第一题是馆内食量最大的海洋生物是一白鲸，第二是海豹，那第三是鲨鱼。白鲸、海豹、鲨鱼。好，我有一个想法，准备好了吗？一二三，请作答。喂，这一，哎，恭喜我们豆哥答对了。啊，哦，厉害。后面还有题目吗？是从它的体型就可以去判断它的食量的大小。小白鲸一天大概吃20公斤到25公斤。来，第二题，有点快忍不住了。来。馆内所有水缸的总水量是多少？啊，那全部都是三个馆的，对不对？三个馆加起来。好，一是8000吨，二是1万吨，好，三是18000吨。OK， 一二三，请作答。来，恭喜居哥答错了。是不是同样的感觉？怎么样？我们三个答案。哎，你们三个是不是会变成一组？我不知道。好，来第三题。第三题是海生馆馆内共有几种物种哦？物种，珊瑚是独立一种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它每个物种它非常多种，有分啊。哦，那好像我知道了。第一个答案是1200种。哎，那第二题是580种，第三是850种。850种，请作答。哎，答案是2。耶，不是珊瑚这么多哎！你刚刚放眼望过去，它那么多的珊瑚，它有些是重复了。1200本来是太多了吧？人你们没算到对不对？对，人就一种啊。没有，人有算到女人啊，人就一种，还是一种生物的分类学，真的。好，来下一题。好，下一题是三文一只脚的卵需要孵化多少时间？我们答案一是3个月，答案二是5个月，那答案三是10个月。是说鲨鱼吗？鲨鱼是有鲨鱼。来，请作答。答案是3。10个月，它是馆内你知道为什么最长的？好，3，哎，答对了。还有吗？还有题吗？还有哈。对，照片中的两点是红鱼的什么器官？好啊，答案一是眼睛，二是鼻子，三是耳朵。好，一二三，请作答。你到底要哪个？答案是2。耶！哇，贾斯汀，你没有一题答对的。这是白色是他的腹部啊，因为我一直以为他是耳朵，哎，耳孔，耳孔在上面，它是在上面呢。对，乌鱼的鼻子就真的就像鼻子，哎，对，不是鱼还有鼻子，有啊，它很需要闻，它不是鳃吗？鳃是呼吸的好吗？鼻子是干嘛的？鱼的鼻子是穿鞋子的。
鼻子也是呼吸的嘛？对啊，鳃是呼吸的，鼻子呢？哎，鳃是过滤的一个器官，它是鳃是过滤的器官，鼻子会怎么盖住？它一样会有嗅觉的效果。好，结束了，答题结束了，好，答题结束了，那我们要分组了，那我们要公布成绩，公布成绩，公布成绩。有三个一样分数，哪三个？就是我们下面三个嘛，明显他只有答对，因为我是零分呢、啊，我一个都没有，一个都没答对，零分，我却喂鲨鱼。不是，旭哥，你知道你有四个女儿在看节目，是，他们会说爸爸，你怎么一题都没有答对？爸爸对不起，爸爸不是鱼，不是鱼，那怎么办？那现在怎么办？加码题，加码题。他刚刚有问过物种啊，那我们这一题就是答说我们海生馆内全部的那个生物总共有几只。几只啊？那一样有三个答案，第一个是5000只，第二个答案是10000尾，那第三个答案是14000尾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来，好，请作答。14000，答案是3。哎，啊，对不对？14000尾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这样你这题目有 bug？ 没有。没有，更加知道懂好不好？那刚刚最后一个讲的那个数字很正确，非常的仔细。应该是贾斯汀跟武阳先选同组，所以我等一下是跟他一组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哦，没有同组啊。地面哦还好，吓死我啊！地面，地形啊，地形啊，地形，感觉谁要回鲨鱼了？我有点恐惧了。那先地形吧。然后地面，啊。好，就是啊，我觉得对，你在水中。好了，走了，来哪里？我也不知道，去了就知道了啦，走啦。那怎么办？是真的要这样？就把你打一批啊！百依不想，想把人家推。那谁要贴？你贴？你，我贴你吧。怎么样？请问旭哥，你比较喜欢上下还是下上？下上。下上。哎，上下。已经讲了就算了，讲了就下上。讲了就讲了。一。啊吼！啊吼！啊吼！哦，有了。Oh my god！快加入，快加入！请问今晚助学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！坐在沙发上，把台湾彻底玩一遍，这样的梦想，我可以陪你一起。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。请问今晚助谁家？赶快来订阅哦！